马上进行的是我们歌唱急转弯了。啊，今天请到第一位特别来宾应该是谁呢？真的是大美女哦！啊，一定是我们杨凡安排的，对不对？来，一起来欢迎罗碧玲，罗妹妹。我是今天所有的歌星里面唱歌唱的最好的一个，我要在关公面前要舞大刀。哎，各位上厕所的可以这个现在，听到他都不再给我上厕所。来，老师，罗碧玲。我怕寂寞，回忆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也许你愿意写信给我，一封接一封，告诉我在你的世界中依然记得我。机场的午后，有你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晃动。想对你说，祝你一路顺风。握着你的手，把祝福送到你心中。一路顺风，孤独留给我，不要担心我怕寂寞。回忆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谢谢。歌唱急转弯啊，又起又伤哦。依然记得我，机场的午后啊，我跟着你啊，在我的心里晃动，只想对你说啊啊，祝福你的风啊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也许你愿意啊，写信给我，封接一封，告诉你。在世界中依然记得我，还没完呢、啊、机场的午后啊，有你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晃动，只想对你说啊，祝你一路顺风，祝你一路顺风。没云调哎，曹孟飞，曹孟有力量啊，告诉我在你的世界中依然记得我，在街上拥有一人冰儿，也可以拥有一个单字报错了。机场的午后，有你的影子在我的心里晃动，只想对你说啊、谢谢曹孟，对了，这个真的没有他们，我还可能唱不完了。你唱他们歌，他们就很开心了。好，他们来这个三位呢，可以说是您最佳的护花使者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本来想还跟他们学一学舞蹈了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他们太晚了。马上学一下最新的舞蹈啊，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来跳一个，来最新跳一个动作，二啊，哎呦，人家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六七，好，哦转，好、哦、出手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你站？为什么站？这身材这么怪的？那个，来出手，哎，出手，哎呦，裙子裂开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幅度都好，线条嘛，啊，线条真的不错。说罗碧玲、罗美美的身材永远是保持那么好。哎呀，谢谢罗美美今天带来这一路顺风，还谢谢曹猛，对，谢谢曹猛的半路失踪。啊，接下来有汪孟宁啊，汪大哥。
阿咪阿咪啊，偶像，王部长，偶像，王部长。阿妹阿妹，几时搬家装？我急得快发狂。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。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骑着洋房，吃的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我帮你摆摆又胖胖。歌唱急转弯，乐评分裂式来，嗨，继续，嘿，嘿。民国建国80周年，三军阅兵大典，大声点！我记得快发狂，前前句你要老实讲，我是否有希望？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湖南队，穷光蛋，人又现在通过的是陆军官校，但是你现在通过的是金门发射。看看自己的长相，草蜢队，阿妹不要再彷徨，明天的青春。现在通过阅兵台的是军海豚队、海龙队、蛙人两栖蛙人部队、小短腿队。他不中，嘿！在彷徨，你的青春短，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几色洋房，吃的粗茶又淡饭，只要你陪我做伴。阿妹阿妹，不要再彷徨，少女的青春短。今天今天你不要倔强，快做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骑车洋房，吃的粗茶又淡饭。要你陪我作伴，我抱你拍拍又胖胖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！这个很久没听到王明唱歌，跟他唱歌是一种享受，和音又唱得好之外，对对对，这些歌呢，你看很久没听了，还是要听到本人唱，哎、真的太好听了，那个味道。是啊是啊，刚刚有很多我们部队呢，经过大家大乐官的这个、哎、啊校乐，你还满意吗？我那个时候就是在专心的唱这首歌，哦，所以什么人经过我面前没有看清楚。啊、是你的意思，重新再来一次也可以。对，两栖蛙人部队啊，陆军的啊，木兰队、海豚队的、啊，还有这个金门。八三洞这个战车，八三洞战车部队，坏笑了，哎，真的不错，是啊，谢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王部长，哎呀，你看样子是在。这个高头大马呢，非常有做官的架子。从后面看起来身材好好。哎，虎背熊腰嘛。啊、对、哦，从前面看好怪。他有没有像这种身材？有没有像漫画里面的秦先生？好，马上接下来是。接下来方继伟。哎呦呦，方继伟来啊！跑步公主。长长雨季。终于结束了，天亮你躺着，不再显得沉昏，丝丝的情意也已结束了。
那你的思绪不在，我就显得凌乱。唱即转弯，少主的迎宾曲。嘿嘿，长长的雨已结束了，终于见来不再显得成灰，丝丝的情意也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呦呦，不错不错。哎，谢谢方继伟。哎，这方继伟，你看刚刚这个迎宾舞好像比较不熟一点。是啊是啊，这是好像阿美族的还是阿美族的少族的呢？对对对，这是一个可以说他们的迎接嘉宾的时候在跳的。后面整个搭配真的很恐怖，对对，刚刚四个花圈在后面是啊，差点花车都推出来了。那刚刚是真的是迎宾的感觉啦，啊，鲜花也可以在这个机场接送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送欢迎嘉宾来套上鲜花嘛，是不是？刚刚看了这个，我们刚刚听杨凡的分析说，您这个平常参加演唱会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最受欢迎了啊。谢谢。而且一出场唱演唱会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发觉你一出场，因为方继伟的很可爱嘛，是啊，欢迎什么青春偶像方继伟啊，偶像偶像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方继伟，不再想你，不再爱你。你不要这样子嘛！那这样子，这样。哎，舞台上都蹲下来了啊！这每一个人这样，这个情绪转变很大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方姐很高兴见到你们，不再想你，不再爱你。哦，从喜到悲，这样不是因为唱歌啊？唱歌不是要融入感情吗？这样对对对对，我不知道，是你太融入了，吓到我们一跳了。哎，这个是每一个人的习惯问题，而且方继伟唱歌是都很有感情的啊，因为唱的都是感情歌嘛。但是一开始要跟朋友们打招呼的时候是比较热情，所以整个那个两个情感啊，这个融合在一起啊，有时候把我们坐到电视里面吓一跳。他们开，尤其像我们平常在餐厅秀表演，他们是这个演唱会。所以演唱会的歌手有时候到那个场地的时候，尤其看很多伊能静、伍思凯，大家好，大家一起跟我唱好不好？我是伊能静，我是伍思凯，大家一起唱好啊！对对对，开不开心？哎，开心，学生是很开心。对对对，有的比较这个已经出社会做事的，看了笑哎。所以说这个针对自己那个喜欢的对象，对呀对呀，有的你像你们参加都是这种歌友会啊，自己的那个都是歌迷朋友，对你们那个崇拜啊，他们都会配合里面所要求的。是是，大家一起跟我鼓掌好不好？尤其那演唱会的气氛是很拿捏很难的啊。有时候看到气氛那么好，像是伍思凯不是有一次在高雄吗？是啊是啊，说他嗓子哑了，不能唱歌，我不好意思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说他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可是现场有一万一两万个人呢，他一看那个激情以后，他不得了，
那这样我唱几句就我唱几句就好了。特别的爱，声音有多亮啊！给特别的你哦，唱的是全场唱两遍还唱不完呢、啊，是是，就下来说喉咙也好。哎，歌迷的鼓励还有观众的掌声是给我们这个艺人最大的精神支柱。对，可是方在想你。可是方吉伟真的不错，歌坛是一个、啊、是属于说健康型的一个，是是是，而且很纯真、天真、自然的一位哈。谢谢、啊、谢谢，希望多被我们污染一点。是是，以后呢，记得跑步的时候把脚绑起来就跑了。那怎么跑啊？好，谢谢方吉伟，谢谢。好，哎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欣赏更精彩的钻石舞台。